东华医院继往开来关怀服务社区新百年。东华医院药剂部的工作主要可以分为门诊及住院两大部分。门诊药房位于新医务大楼一楼，一般病人可以在此领取药物。至于住院部分，由住院药剂师为病人准备所需的药物，并由临床药剂师分析住院病人所服用的药物是否适合。药剂部内更设有政府认证的 clean room， 让有需要的病人在无菌状态下接受静脉注射。